非常欢迎大家到这边来这个达显图书馆哈、来参加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的一个系列演讲。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中文院史语所的蓝宏岳教授啊来为我们做这次演讲。对，那这个蓝教授是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科的这个博士哦，那他现在任职于中文院史语所。那他的这个曾经有一本专书哈，这个关于这个狄生楚来的这个专书，获得中研院的这个人文及社会科学学术专书奖。所以这个蓝老师在这个日本思乡史方面的研究是非常的这个深入。那蓝老师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这个兴趣，是从这个思想交流史跟比较思想史的视野，探究十七到二十世纪的这个日本思想史啊。所以这个蓝老师他今天在我们罗嘉伦国际汉学讲座所提的一个演讲系列，这个总名称就是关于这个全球史跟日本思想史的研究。然后他今天第一场呢，会从这个十七世纪的世界德川社会跟日本汉学展开，来为我们谈这个所谓全球史跟日本思想史的这个研究啊。因为我想这个整个东亚台湾跟这个日本或中国的这样的现代化的这个过程，有很多这个经验，事实上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啊。所以了解这个日本的这个在全球的脉络下一种现代化过程啊，对我们很具有这种所谓参考的价值。那我就不多说，我底下就请那个蓝老师来开始今天的演讲。OK， 各位来宾，各位政大的同学、老师，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来这边，就是演讲。那我这个主题是那个全球史与日本思想史研究，所以我想说，我虽然今天要讲的是这个十七世纪的世界德川社会与日本汉学的展开，但是我想就是既然我们讲日本思想史，所以我简单对这个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做一些介绍。或许各位有些同学对日本思想史还不这么理解哈。就是说，我在想，如果你看过日本思想史的书，你第一本看的书，可能就是丸山真男的这个《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啊，这本书非常有名。我自己当然在去日本念书之前呢，就读过了哈，但是有读没有懂。后来我1999年到那个这个东京大学读书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我的老师叫黑淑珍老师，那就开始上课就上那个丸山真男讲义录的这个第四册。那么我是那时候才比较正式的去接触这个日本思想史。然后后来那个我另外一个老师叫平直直昭老师呢，他在不知道是2000几年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这本书，然后教材，然后上课。那所以一整个学期我们就读这本书这样子啊，就是读一学期，不是只有一次这样哦，所以是非常的这个细读这样。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才对这个丸山真男到底在想什么比较清楚的理解哈。这个平直直昭老师呢，或许各位不认识他哈，但是他我觉得是在我心目中了，我觉得他应该是最理解这个丸山真男，或者是包括我的研究对象这个狄生楚来的人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者。好，那总之呢。但在丸山真男之前，事实上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研究，其实各个领域都有哈。那包括你从哲学啊，然后中国学啊、国文学、国史学，各个领域都有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但是呢，只有一个地方真正有这个日本思想史研究史，就是在东北大学。这个东北大学这个地方，那个这个春冈点是这个，对，这个春冈点是这个，这个是东北大学的老师，这边才有这个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室开始成立哦，到现在一直还有这样 ，OK， 其他的地方就是说，虽然有人做日本思想史研究，但是都是分属于各个领域啊，没有说属于有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机构这样。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这个内容我就不多说。但是一点要提一下，就是在这么多的研究里面，当然像这个井上哲次郎，他算是这个明治时代这种哲学研究的一个大佬，启蒙者的角色哦。他当然也写很多书，他对江户时代的儒学的分类啊，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沿用。他分什么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折中学派，这类说法其实说有问题也蛮有问题的，但是呢，到现在还都沿用，就是你要提出一个跟他不一样的说法，其实也蛮困难的。这样，好，我这方面如果各位有问题，我们再来讨论哦。那丸山真男之后呢，这个日本思想史也从各种角度被讨论。其中我举个比较代表性的，像这个安丸良夫呢，他就是比较从民众思想史的角度来
这个进行研究，这样，因为他认为完善政党的研究太过于注意这个所谓的顶级知识分子啊，那所以他比较这种思想史的层次来讲，比较注重这个民众的层次，所以重视这种民众信仰的宗教啊这类的问题，这样啊，内容我就不多说了嘛。那么其他的，例如说平直指导老师，他就比较延续完善政党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追寻日本的这个 modernity， 这个近代。近代，这近代我们在台湾可能要翻成现代性之类的这个意思啊。他比较继承完善政党的这个脉络的思考，他的书基本上，你很明显的知道他事实上非常内在完善政党的思路在进行这个研究哦。所以，但是他是非常实，其实非常忠实证，他其实有点像是清朝考证学者一样，他最厉害的被大家佩服的是他的考证功力哦。OK， 可事实上他的问题意识事实上是在追寻，跟完善政党一样追寻日本的一种现代性的问题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我的，也算这也是我的老师呢，就是杜炳浩老师这样。杜炳浩就是上次就是他指派我来这边演讲了。那所以我这次演讲题目我是定为德川社会与日本汉学，基本上我也是觉得他应该叫我来讲这些话，所以我来替代他讲，我认为他应该是他想讲的话这样子。OK， 所以我这次的这个演讲会比较。放在这个德川社会与儒学的互动这类的问题，这样。那杜炳浩老师他很特别的，就是他重视这种，也不是特别啦，就是说他之所以在这个研究上比较有名，就是他强调这个儒学的日本化的问题。就儒学来到了德川社会，他受到德川社会的这个特质的影响有什么差异？哦，我觉得这是他很强调的一个问题，这样。但是反过来。但是他事实上他也没有放弃说完善政党以来的对所谓儒学日本近代的这个问题的讨论，当然他也没有。但是如果再往上说，完善政党本人，他我们刚才他看那本书《日本政治思想研究》，是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时候写，后来他年纪大的时候，他事实上他想法也有改变的，他不是一成不变的哈。所以事实上按我的理解，杜平老师重视儒学的日本化这个问题意识，基本上也是承继完善政党后期的事，而不是说他出版就是。哎，老师，你这样不对，我反对你这样，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情况哦。OK， 好，但是他很特别的，就是他会重视一种跟我觉得跟相对于完善政党来讲，就是有具有一个东亚比较的视野，这样，就是他更下更多的功夫去研究中国的儒学史，还有朝鲜半岛的这个儒学史、其他思想史这样。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他比较有特色的地方，那也是他后来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者。比较缺乏的地方，那 这一部分其实也是我觉得我比较继承杜炳浩老师的部分。OK， 好，那另外其他的像黑柱仁老师，这也是我真正的在东大的指导教授，就是黑柱仁老师。黑柱仁老师呢，他当然也重视这种所谓儒学日本化的问题，但是他更重视这种伦理学，因为他是伦理学研究室出身的，所以更重视这种宗教啊伦理这方面的问题。这样，那么讲到宗教，就是另外一个最近这个末木文美士老师，他基本上他也出了一本书。叫日本思想史，他就很强调宗教在日本啊，这个宗教特别是佛教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意义。那么孟木老师当然他就批评完善政党，你的日本思想史基本上都是儒教的，不重视佛教这样子，他觉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佛教在日本的这个思想史，特别在江户时代，其实也扮演蛮重要的角色哦，这是他的论述的特色。好，那所以因为相对这些老师呢，另外一个我要再讲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是东北大学研究室日本思想研究出身的前田明老师，他大概我觉得他是应该是目前是最认真的日本思想研究者，他出很多书，全方位，他讨论的问题就是全方位的，包括。儒学、蓝学、国学啊，神道啊，什么就什么冰学啊，什么都讨论这样啊、哦。然后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就是中文的话，就是在建构日本思想史。可他的问题意识，讲到最后，他是还是要追寻另一种近代，这样就是好像又回到完善政党的问题意识这样。好，那内容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是我觉得各位如果对日本思想史有兴趣，就日本的研究啦，你有兴趣的你可以找来读的这个几本书哦。那么因为相对就是我。今天我觉得我要一方面要替杜炳浩老师讲一下日本儒学跟这个德川社会的关系，另外我又觉得我应该不跟他不一样，所以我就强调全球史这样。那我这样强调全球史，当然我也不是全球史的专家，而是因为我在史语所是算世界史的研究室的召集人了，所以跟这些世界史的这个同仁就是相处，对全球史有比较有些接触理解，所以最近越发觉得我们应该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讨论。这种中国史或台湾史，还有这个日本史的问题，这样，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全球史加进来。好，那么，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主要就是刚才讲到了，就是在世界史的视野中来想看，在世界史视野中，还有在日本的环境中，那么探究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他们怎么去吸收汉字、汉学、儒学，一方面，另一方面。
反过来也抵抗汉字汉文儒学的一种过程，还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怎么去学习西方知识的过程，这个大概是我接下来的演讲会讲的东西。 OK， 那今天当然我们比较偏重在吸收汉字汉学儒学的问题。 OK， 那么讲到汉学呢，我想我们今天这个罗家伦讲座就是汉学讲座嘛，国际汉学讲座，但这个汉学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就是马上碰触到一个日语跟中文的差异的问题。今天我觉得我在讲的汉学事实上是这个 B 意识的汉学，也是说在日语的脉络里面，汉学指涉的是一种这种跟国学洋学对立的一种学问，它主要是研究中国汉还有中国的经典，或者是日本人的这种汉文经典的这种学术呢叫汉。但追本溯源，在日本的脉络来讲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想国学基本上是汉学的分支，你也可以这样认为，就是没有汉学就没有国学。不过国学它相对来讲，它被认为归类它是研究所谓的和文的东西，像《源氏物语》啊。这些东西是属于国学的领域，但是呢，某个角度来讲，你也可以理解是国学是汉学的分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今天讲的汉学主要是 B 意识，可是，一般我们在台湾，或者是今天国家罗家伦的国际汉学，应该是这个 C 的意思，是一种 synology 的意思，就是中国学的意思。那么，当然 B 的意思，当然也跟近代的日本中国学，当然也是有非常深的脉络，就是说，近代日本中国学基本上是在 B 意识的汉学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但他们中间当然有很多的差异啊。这个如果这有时间我们再讲。好，总之我要先提醒各位的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台湾讲这个汉学，或者是说那个期刊汉学研究，基本上应该是 C 意识的这个汉学。可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B 意识的，是日语脉络里面那个汉学。那当然，如果你是儒学研究者，在清朝考证学里面，总汉宋对立这非常有名，相对于重名理学的这个汉学，比较重视考证的这个。然后回归汉代的学术的这种意识的汉学，也是一种汉学。所以光汉学这个字，事实上你不同脉络，你就有不同的很多不同的理解了。OK， 那么如果说刚才讲的这样，汉学基本上，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所以江户思想史基本上是对江户学术的一种研究的话，那江户学术基本上有很多，你可以大分的所谓的宗教来讲，如佛教啊、基督教啊，然后这个汉学还有国学、蓝学这样，蓝学后来再发展的洋学这样，所以你可以大分这样子的情况去理解。那今天我基本其实。虽然说是主要讲这汉学的问题，但事实上是会扩及到整个江户学术的问题的。 OK，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么讲到汉学的话，我今天要从十七世纪开始讲，但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汉学当然不是从十七世纪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在 早在古代的时候，日本因为接受这个律令制度的关系，开始就已经大量的吸收这个来自于中国的汉学知识了。那么可是后来这个律令制度的没落，种种原因是的，这个僧侣所谓武山变成了汉学的主要的学习的基地，所以它有一个转变，就是从这个中古平安时代之前是以这个大学寮这个贵族为主的，后来转为以到中世的时候转为以这个所谓的武山的僧侣为主，那么到近代呢就以儒者为主，有这样的一个转变。 OK， 那今天我们主要的是从这个十七世纪以后的日本的汉学开始讲起。好，那讲到十七世纪，我想或许你关注全球史的人，你或许看过这本书或听过这本书，就是说这个 Global Crisis， 就是认为十七世纪的时候，全世界有发生很多灾难啊。这个灾难在很明显的在日本就是什么岛原之乱啊，然后中国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明朝被灭亡，然后其他地方也都发生了问题。那背后可能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像什么小冰河时期之类的。那今天我讲十七世纪跟这本书其实有点关系，但其实完全不是这个问题意思，就是我不是要来讲气候变迁对日本儒学的影响的，只不过因为我想说或许有人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马上来讲一下。今天我主要从我要讲的就是我从五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讲它跟德川日本的学术的关联。第一个就是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失败的一个结果跟德川儒学的发展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丰臣秀吉曾经要去打朝鲜半岛，然后两次，后来最后是撤兵回来了。那当然大家可能也知道，他背后事实上是要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是要占领中国，甚至现在这个之后我会再讲，甚至另外一个目的是不止中国，是有侵略整个世界的野心。我总之他这个是失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对德川学术发展的一个重点在于说，基本上他就不是成为一个重视贸易的海洋国家、大陆国家，它就还是退为一个我们讲一种岛国的状态。在这个岛国、一个农耕的社会里面然后它呢，在这个吸收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儒学，然后呢，是一个和平的时代。这个和平的时代里面，它一个外交的对象，这外交的对象就是朝鲜半岛的，甚至他要去攻打了这个
李氏王朝。那么跟李氏王朝呢之间基于共同的这个汉字汉文儒学的这一种知识呢，他们会进行用 汉文进行外交。那么这是就是说他这个失败使得日本退回来。OK， 那进入某种比较和平的状态，然后能够去发展儒学。那么发展儒学一个前提就是，它事实上另外一个前提就是，它有大量的书籍从朝鲜半岛，还有等一下我们提到的从中国大陆来到了日本。那么跟朝鲜半岛比较相关的就是，他们去战争的时候，把很多朝鲜半岛的工人都就是绑架到日本来。那绑架了很多日本这个人，里面有些是所谓的印刷术的工人，所以这个战争促进了这个所谓活字版印刷术在日本的一个发展。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他们也带来了很多朝鲜半岛的书籍，不过朝鲜半岛的书籍因为比较偏这个儒学的心理学的书籍比较多，这样还有绑架这个一个儒者啊，这儒者就跟当时的日本的儒者藤原新光等人是就是有对话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战争导致于很多的朝鲜半岛的技术还有书籍还有人呢就来到了日本，跟日本的这个儒者进行接触，然后这个他们书当然对日本的儒者也有说启蒙的意义这样。所以这一点是我们觉得就是我们要从比较宽广的视野来理解日本思想史的话是应该要注意的一点哦。OK， 第二点呢，我觉得这更重要的或许更可能在座的台湾的同学也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明清交替的问题，就是说明朝的灭亡对日本的儒学发展的一个影响。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明朝的灭亡这件事情，在日本他们理解成叫华夷变态，就是这个中华政权明朝被夷狄这个满清夷狄给打败了然后中国大陆变成是一个夷狄统治的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日本称为这是这个华夷变态。那这个华夷变态的当然它强化了就是日本的一个中华中心的意思，就是说 OK， 那对方已经是一个夷狄状态了，所以反过来讲，我比他更中华，这样。这个当然也发生在朝鲜半岛，所以朝鲜半岛是更强烈的所谓的小中华意识。但是日本呢，他当然也有这个面向，就是有一种就是我是华，你是夷的这样的一个认知会出现。但是这点我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我们江户时代他这种所谓的儒学者或儒者，他们的这种华夷意识呢，基本上不单纯的就是只是儒学的内容，而是更多的是。他会赋予日本本有的一些问题的这种的思想，例如五国思想我日本我们是五国，你中国是文国，是这个就是士大夫统治的国家，我们是武士统治的国家，这样的一种差异。另外一个就是各位都可能也都会想到的，就是一种神国思想，日本是万世一系天皇统治的这种国家，然后中国不是不断的有革命这样。所以中国我们讲所谓是日本情华夷意识，基本上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就只是一种我是中华，然后你是单纯的只是一个移植来自中国儒学的一种思想而已，它事实上有赋予它更多的这个属于日本脉络的东西哦。OK， 这是我要讲的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可能很多的研究者在台湾研究者也都提到了，就是因为明朝灭亡，所以很多的明移民就往其他地方散去，当然其中包括来到台湾的我们的祖先们，有些是这种明移民的，就是过来的哈。那么有些人就到日本去，那这些明移民对日本的所谓的江户时代的包括儒学啊、艺术啊、书法种种的领域，还包括医学都有所启蒙啊。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蛮多的哈。那像这个最有名的啦，大家都听过，像这朱顺水，这个徐新庆老师，他专门研究朱顺水。朱顺水就是大概讲到这个问题，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他就可能有所影响这样子。但是话要说回来，我觉得反过来讲，你也不能把这个明移民对日本儒学的影响讲得太 over， 这样好像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样，你懂意思吗？就是说好像他们不来日本的儒学就不发展，我觉得也不是这么一回事。但话要说回来，这个明移民来到日本的确对日本的学术的发展是有一定的贡献。包括佛教来讲，就是廖兆宏老师这个专门的这种黄破宗黄破宗的影响当然也非常深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注意的就是，它是有大量的汉籍从中国就是被输往日本，非常多的。因为明代本身就是一个印刷术非常发达的时代，所以它很多东西基本上它就印很多东西，很多都被带到日本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有些东西在后来的清朝变成禁书，可在日本是存在，就是所以幕末在清末时期，在很多中国的这个人呢到日本去的时候，他把留在日本的书再输回中国这样子。OK， 那么例如说呢，这我之后的演讲会提到了《台湾歌剧志》里面呢，这个是日本的儒者学的书哈，它里面呢引用了这么多的书里面，这些红色的字呢，基本上就是都是清末民初的书，然后都是在中国来讲都是禁书。这些禁书呢，你可以知道大量的东西它是被带到
带到日本去的，然后日本是保留下来的。OK， 所以日本的儒者他在写中国的历史的时候，或台湾的历史的时候，他是参考这些东西的。OK， 但是这些书很多在中国反而你是已经不能看的东西。例如我举个例子，这个非常有名的扬州十字，扬州十字，这当然在中国他后来就变成禁书，可是在日本就传下来，那么后来甚至出版。这个出版呢，可以看到这个是后来出版的，是江户后期出版的。那么这个是抄写的，所以它不止出版，还很多人是抄，就手抄本。然后另外那个这边的是民国时期，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呢到日本去，再把这个书引回来，再重新在中国出版。所以这个扬州十字，因为它是后来在民国的时候还是清末的时候、突然冒出来，所以是有人认为这个是伪书这样。可事实上它是传到日本去，然后保留在日本，后来日本人把它出版，后来清末的中国人再把它引回到中国的，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样。那当然日本人看为什么看这本书，他因为他了解清朝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家，所以从这个书里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但不止这本书啦，但 这本书加强了幕末儒者的印象，就清朝是个非常残酷的国家这样，就是说满清这个政权啊是一个残酷的政权这样的一个印象。 OK， 好，这是一点我觉得我想要讲的问题。那么对这一点等一下我们再提到其他的问题，不过我想先讲到这边。另外一点就是第三点，就是跟台湾相关的，就郑成功击退荷兰，然后他在被清朝击败这个历史的过程呢，我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不可你从全球史角度来讲，郑成功的事迹是很重要的。基本上他击退了荷兰人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他是把欧洲势力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就是把他让他们不再往东亚这边迫近，这时东亚呢就是欧洲的势力没有让他再往前进这样。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当然后来他们也败给了这个清朝，败给清朝的结果就是这个中国的海洋势力也暂时的消退，那么日本当然进入锁国的时代。 OK，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是双方呢对海洋都进一步的退出的情况，使得这个特别在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整个东亚基本上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啊。这和平的状态里面呢中国的船可以来到长期可以来到日本，日本这个锁国状态，可是它长期这个港口是开放的，开放主要是荷兰人跟这个中国人嘛，所以中国的船呢，中国的船事实上不止从中国去，它也很多是从东南亚过去的或台湾过去。所以呢，你看江户时代的人书，它有一种讲到长期就是长期大都会，然后长期是万国这种这么讲一种长期看天下的视野，我觉得是这样。像玩这个提升出来，我觉得他就有这种感觉。他讲到长期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一个。是一个国际都会这样的一个意思去看长期。 OK， 那当然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就是郑成功其实曾经要找这个日本，就是跟日本求援嘛，啊，他要来对付这个清朝。那么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德川家光，就是德川幕府呢，的确有认真考虑要不要答应郑成功，然后去打这个清朝这样。但后来他们就没有答应了，就觉得就不想再那一趟浑水。所以总之呢，这个过程郑成功。后来他们也失败了，失败的一个结果当然就是中国往海洋发展的力量就暂时的消退了。当然这个我不是说中国就完全从此不关心海洋，不是这意思。最近当然有人出书讲说这个中国事实上清朝也重视海洋啊诸如此类的，但是很明显的就算重视海洋，它也不像在郑成功一样往外的这种扩张啊，甚至一度想要去打这个菲律宾啊这么强烈的扩张的企图，我想基本上是没有了。好，所以我觉得从整个比较大的历史视野来看，这个郑成功这个他的扩张以及失败呢，跟日本儒学应该也是有关系的哈。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更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知道日本江户时代他们接受西方的学问主要是透过荷兰，就兰学。但是一开始来到日本的不是荷兰人，而是这个葡萄牙人跟这个西班牙人。西班牙人他们叫南蛮嘛，南蛮地区，南蛮人，南蛮指的就是当然就是吕宋、菲律宾那边过来的。然后主要指涉的就是西班牙人跟葡萄牙人。那么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他主要是天主教国家，所以后来他们认为这些天主教国家有这种传教之外有这种扩张领土的企图，就是殖民日本的企图之类的。所以他们后来觉得跟这些西班牙、葡萄牙交往有点不是安全，所以后来选择跟这个荷兰这个交往这样子。那么因荷兰是一个新教国家，他比较没有那种这种说很强烈的一种传教的企图这样。那么总之呢，这个英国、荷兰后来他们兴起，然后取代了西班牙、葡萄牙，这整个大背景在日本史来讲的话，他们也取代了这个西班牙、葡萄牙在日本的一个位置。OK， 那它变成了日本吸收西方知识的一个主要的管道。那这一点很重要一点就是，兰学呢，它提供了日本的知识分子一个相对化汉学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可能不太容易理解，就是因为我们从小说 ，OK， 那东亚的社会吸收西学，
的问题，好像应该类似，可是那不太一样的，因为韩学。日本的蓝学，我觉得跟中国的西学比较起来，它是更全面的。就是说，是核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去更全面的去吸收那些知识。在相对中国来讲，主要所谓的西学是这种传教士的合作下，然后这种所谓的我们讲在买办啊或口岸知识分子啊帮助下，然后传播的，或者就是说它是相对比较，我觉得比较边缘的知识分子在进行传播的，特别到后期。可在日本，蓝学的学习者啊，他事实上是都是很精英的，当时的儒者。哦，他们知识分子去学习的东西，而且如蓝学的这个学习，其实各方面各种层面展开的。所以借由蓝学呢，他们很早就已经有一种相对化中国的一种历史视野以及知识体系在那边。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之后第三讲的时候，我们再讨论哦。OK，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因为日本要去进基督教国家，基督教一直往亚洲扩张嘛。可到日本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一开始是允许日本传教，可是后来他就禁教。禁教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使用了一个政策，这个政策，这个叫政策叫做，这个叫世情制度吧。其实说简单讲，就是要求每一个日本人，你要隶属于某一个佛教，那基本上可能就是你们家附近的那个佛教，那个寺院是什么宗派的，你就是那个宗派的这样。那么从此那个宗派的那个寺庙就会掌管你们家的这一种人口移动，还有甚至你的灵魂，就是说死亡的这个仪式要在那个寺院。举办那个寺院是什么宗派的，你就按照什么宗派的这个仪式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哦。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所有的日本人呢，都是一种佛教徒。在江户时代之后，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变成一个佛教徒这样。这不是来自于，所以不是说所有日本人都发自内心的信仰啊，信仰佛教，它有点是被强迫式的，这个宗教就臣服于政治啊的控管的一个情况。一个宗教呢，它变成一个政治的末端的组织啊。被用来管理人口的移动，种种的这个情况哦。OK， 那当然话又说回来，佛教很早就传到日本来了，所以佛教对日本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其实远比儒学还更深远。这一点我基本上我也觉得，这个刚才提到的默默老师所讲的是没有错的。但是这个世情制度对日本的影响，说我们说日本人都变成了佛教徒，这个不是要理解一点，他不是说所有日本人都自愿这样子，他也是被强迫的，一个结果这样。好，那这些我觉得我想讲这点。第五点有点就是说，比较偏远一点的问题，就是俄罗斯的东扩的问题。俄罗斯他在16、17世纪兴起，开始跨越整个西伯利亚，来到了太平洋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日本史影响非常深远，因为18世纪以后，日本就跟俄罗斯开始有这个接触，在北海道，甚至后来在其他地方都有接触。那么所谓第一个去扣关日本的，就是在一个锁国状态叫他们开国了，不是别人就是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往外的扩张来到亚洲，然后想要跟日本进行贸易这件事情呢，很重要，因为就是在他们来俄罗斯跟日本说我们要跟你贸易的时候，日本的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这个海防的问题，所以你到了这个18世纪后期，你就会看到很多日本的儒学者他们写这个海防论，特别到19世纪初的时候，很多海防论书就是说俄罗斯来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啊，这个。一直讨论下来到后来的各位都知道了黑船来袭，所以要开国这一个整个这个一个大的历史脉络 OK， 那么往上说，我觉得跟整个就是俄罗斯的东扩是息息相关的 OK， 好，所以我觉得从整个比较大的历史视野来讲的话，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五点的这种历史的脉络呢，跟日本的思想史、日本的学术的一个发展呢，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那么我再回到日本的脉络自身的脉络来看的话，刚才提到了来自于中国啊。这个朝鲜半岛的书籍在日本，传达日本。可是你要知道，早期日本他们其实是一个武士的政权，武士其实不太读书的。一般我们印象说，哦，那个江户时代是一个儒学意识形态，那个都是很后期的东西。早期的日本江户时代，基本上武士不太读书，那只要打仗嘛，要读书干嘛呢？要读也是读很简单的东西就好了，实用的、可以用的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等一下也不断提到的问题，就是中国或者朝鲜半岛，它是一个科举社会，你要读书，你要求取功名，可是在日本不用啊，你没有科举，你在特别是在一个武士掌权的一个时代里面，而且身份制度，你不是想成为武士，你就是可以成为武士的，你爸爸是武士，你才有可能是武士。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他对于这个学问，对汉学的需求，就跟中国或朝鲜半岛非常不一样哈。那么早期呢，当然慢慢它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时代。的时候呢，大量的这个日本的从明清来到这个汉籍就会带到日本来，可是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是蛮难的，所以必须有人去注视它，就开始有这个儒者，我们就可以说类似明治时代的启蒙知识分子一样，他去注视这些书哦。那这个书可以看到很多像这个四书啊，很多的你明
明代出版的四书在这个早期的日本的目录里面都看得到。那可是这个书你可以看一下，像这个就是这个书他们会明显的就是像会有这个等一下我们提到这个训点，因为一般日本人他没办法直接读这个汉文，他必须要透过训读的方式去读，那训读的问题等一下再讲。那么更重要的是看这些书呢，其实很多版本，有的版本是没有这种注解，有的版本是有注解，也就是说对当时的日本知识分子来讲，这些东西其实不容易理解。你需要，你除了有这样训点教你怎么读之外呢，它上面还有很多跟你讲很多注释。OK， 那像我们也看得到这种没有注解的，这种的看这种的，大概是你程度比较好了，你才可以看。你程度差一点，你就要看这个有注释的这样。所以它很多的书是有注释的。然后其实不止四书哦，像这个我们讲这汉文学习的书籍，《古文珍宝》啊，这个庄子的明代的。这个之前的这种老庄的注释书呢，它也会有再进步的这个日本的注释。这种东西其实很多，就是所谓的和科本，也就是虽然有书传从中国传到日本来，但是其实不够用，而且真的看到那种原本的人其实很少，只有少数的这种有管道的人才看得到这样子。那其他人就是他们就会把它就是科在日本出版，就我们叫和科本，在日本然后出版的时候都会加上训点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所以这个整个日本的这个儒学的市场，它是慢慢打开的。那随着时代的一个和平，然后儒者开始会出现，武士开始要自我转化。为什么自我转化？因为不再打仗啦。虽然江户时代它是一个武士统治的社会，可是武士的你存在目的是什么？你就是要打仗啊，不然你要做什么？可是不打仗了，那你要怎么办？所以你就慢慢的要自我转化。自我转化成什么？简单讲就是类似公务员啊，你要做一个每一个武士有他所属的一种特定的工作。你爸爸是做什么，你就是做什么啊。那这当然会出现问题，就是说你早期。因为武士的分很多阶层，有些人他们家是领1000担，有些人领50担，那差很多。那为什么会这样子？那个差别在哪里？是因为你的祖先有战功，你继承的俸禄就是很多。你的祖先完全在以前战争没有什么表现，那你继承的就是很少的钱。那这当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继承很多俸禄的人，他可能不如他祖先优秀啊，就是这个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嘛啊。那这个祖先不怎么优秀的，我可能很优秀这样子，可是我却没有表现的机会。所以江户时代累积很多这种人，就是那怨恨那种我很优秀，可是呢，我就要听这个比我很笨的人的话这样。这种怨恨，我觉得在江户时代应该是就累积很多了。但是当然，他后来有修正，就是有一些修正的做法啊，会有一些其他修正做法。但基本上来讲，它是一个三分制社会，就是他会制约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使得有才智的人没有办法出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明治维新。对很多人来讲，例如像福泽谕吉这种人来讲，他基本上就是一种解放，就是说我终于可以凭我自己的能力去打出一片天来。因为你在那个身份制社会里面，我不能怎么样的。OK， 尽管或许有一些管道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事实上是很受这个整个身份制社会的一个制约的一个情况。OK， 好，那所以我这里面讲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杜平浩老师要我讲的，所以我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日本的江户时代，它不是一个跟中国很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皇帝统治的封郡县社会，它是一个武士统治的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面呢，天皇还在，可天皇只是某种权威的存在，他天皇甚至要接受来自于这个武士的这个法律，这个叫尽忠定公家诸法度这样子，就是这个将军家呢，就是德川武士政权还给天皇说你们要遵守这个法律这样子。但事实上，他还是来自传统的权威，然后整个江户时代，他分成近将近300个藩。这个300藩里面，有又分成所谓的家门、普代、外样，那个这个各式各样的藩。这个藩外样当然就是说，在官员之战之前，就是敌人啊。这个家门、普代就是这个本来就是德川家康他们家的这个父，他们讲就是跟人比较亲近的他的部下啊。后来分工就是说就当普代藩这样，然后。官员战之前的这种敌人呢，就是外洋藩。外洋藩基本上可以看到是绿色的，是在分这个从萨摩藩啊，没有长州藩，这个在九州这边比较远啊。这个德川家这边呢，他旁边很多这种普代藩护卫着他们这样一个情况哦。所以整个江户时代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武士统治的时代，可事实上它其实还蛮紧张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在这里某种战国的冻结状态哦。就说关原之战之后，虽然德川家为首的这一方赢了，可事实上他并不把所有人都打败了。就是一次，你可以想象是黑帮的逻辑去讲，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帮派对立，互相对干，有一方打赢了，这方打赢这边他就是暂时就是占领了大的地盘，然后被打败的人事实上心里也不甘愿，可是呢就暂时臣服了这样。那么德川时代你可以想象，就是有些人他就暂时臣服了这样，但是等他有能力，他会想再挑战他的。就像黑帮的逻辑，我被打败了，可是隐隐隐隐。
隐忍几年后，我想要再挑战那个老大这样的一个情况。只不过说德山社会当然种种原因的影响，使他整个和平的状态持续了200多年，后来没有人再起来去抵抗他这样。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战国的冻结状态，这个在王山正男的书里面也有讲到哈。总之，我觉得你这样去理解江户时代比较容易哈，因为他事实上看起来表面上是德川家统治这一切。然后他也非常强烈的所谓的中央集权的一些措施，像什么参廷交替制之类的。可事实上，这些所属的其他藩，基本上他们还是有强非常独立的这种军事与财政的自主权。然后过去的历史其实也没有忘记，还是存在的啊。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日本的社会，它是那种紧张关系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或许也可以，我们可以理解是一种长期的戒严社会。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的理解方式，但是我只在跟各位提醒各位，就是江户时代其实它一个身份制社会之外，它其实各个藩之间，它其实有内在的紧张感。好，所以或许从戒严的角度来理解，或许比较可以理解这样。好，那所以换个角度讲，如果各位到日本去生活、去旅行，你感受到日本的社会事实上相对台湾是比较有压力的。往上追溯，跟江户时代的这种社会体制或多或少是有关系的。哦、oh, ，OK， 好，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怎么去就是说维持你的统治呢？这个一般的说法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也是杜平浩老师提出来的，就是所谓御威光武威，就是靠你强大的武力，还有这个平时的仪式展现出来的这一种威望感，让大家震慑不敢动。这样子，这个是武威。那么武威的威势当然就是武力嘛，你武力你强大，人家就不敢动。再来，你就是要扣仪式，就现在战备，你要装出来，你战备非常强大，大家不敢动你这样。那还有就是这个，从那个阶级秩序，你必须要演出来。那这个演一直演得很好的话就没有问题。可事实上后来为什么有出问题？因为后来来自于西方的挑战开始进来嘛，然后这个开始你就必须要说你要怎么去回应，你不好好回应，开始有人就质疑，觉得你不配当老大。慢慢的，这个整个后来日本在19世纪之后，就很多这种武威开始陨落、消退的情况就会出现哦。OK， 那么当然一种回应的方式是战争，不断的战争，不断的战胜，你就可以不断的维持了。但事实上，后来其实是一个在所谓岛原之乱之后，那基本上就进入一个长期的和平状态。和平状态的武威的维持，基本上是靠的就是一种仪式，这种演出啊。例如说，我们刚才讲过，日本当时唯一的有外交的对象就是朝鲜半岛的李氏王朝。李氏王朝来的时候，他们就要演出一种仪式感，就是他们是来向我们德川家老大朝贡的这样的一个仪式，这样诸此类的这种情况就会出现哦。OK， 好，另外一点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当时的日本社会没有科举。当然有人会说他们有类似考试的制度，但是考试制度呢，基本上跟你没有获得功名是没有关系的，顶多呢就是说你可能因此可以被派去做跟怎么讲，跟你知识有关的工作，然后可能你的俸禄会升一点这样子而已，甚至有很多时候可能是没什么关系。而且它主要是以武士为对象啊，就是在江户后期哦，他们有一些类似考试的制度出现，但是跟科举是完全是两码的事，是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在江户时代，它就是一个没有科举的武士统治的国家，然后阶级非常严明的身份社会。那么这一点就是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有关。那么你读书，你不是为了功名，那你到底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读书呢？这个就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老是喜欢，也不是说有点讽刺的感觉，说以前我们在日本读书，马英九说啊，你马英九博士内阁好厉害哦。就是说，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我想共产党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你士大夫精神，就是你觉得你学你有读书了，你就有。想要这个除了求取功名这种之外呢，你就想要救济天下的这种使命感。可在日本的现在知识分子里面，内阁里面很少是出生于学者的，偶尔才一两个这样，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情况。那往上说，那江户时代就是这样的，就你做学问的人基本上跟掌控政治是没有什么关联，你顶多只能做这个所谓的大名的智囊团之类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一点我们讲一下哈，就是这个在这里，对，就是我从这边再讲一下。所以你为什么要读书？基本上我想有三个层次来讲。一个就是很儒学里面讲的读书就要成圣成贤啊，那么我们更简单讲就是成为更好的人。可在江户时代基本上他们没有人读书说我要成圣人，没有，不太如此这样讲的。他们会觉得这种非常尴尬，你知道什么，就觉得是不可能成为圣人，为什么说要成圣？就像在日本没有人说，在台湾或者在中国，不，中国不知道有没有，台湾啊，我长大当总统，可日本没有人会说我长大当天皇这种事情，因为那个更不可能的事情嘛。但是在台湾，你就说啊，我长大当总统，这种很容易有这样一种使命感。但日本基本上不太有人这样想问。但是我们可以说，儒学它当然就是教往你成为更好的人，不管你是更好的儿子、更好的这种部下，或是更好的一个独立的思考者、有伦理道德的人之类的，这个就是这个意义上成圣成贤。
当然很多的儒者他读书是有这个目的在，当然这往上延伸就是一个教养的问题，就是让我们的民众们有教养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懂得思考问题，我觉得这是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各位不知道看过这个书哈，这个电影叫《黄文金兵卫》。《黄文金兵卫》里面呢，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哦。然后如果各位要了解日本江户时代呢，这个是我觉得最好，不能说最好，总之就是非常推荐的一个电影。那里面有个场景就是他女儿问黄文金兵卫说：“爸爸，为什么我要读书呢？”他读书什么？读《论语》。他在述读《论语》。他爸爸跟他说：“想一下说，女生为什么要读书？就是因为啊，就是意思是说。”你读书的话呢，你就懂得思考未来的情况，不知道会怎么样。你懂得思考，你就能够应变未来。他的回答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在江户时代，一个没有科举的社会里面，你读书的目的，基本上一个目的是很基本的，就是儒学教导你的要如何成为更好的人，这个目的是在。但这个我如果再讲一下，就是事实上在中国很多问题就是说 ，OK， 儒学教我们要成圣成贤，可是事实上很多人读书是为了功名，这中间有很大的这种讽刺或者虚伪的地方在吧？各位懂我意思吗？事实上，大家明明是为了功名，可是你却说读书我，然后读越好的人就是当越好的官，越好的官就要引导百姓。这个背后的这种思维，其实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在这边。所以有些日本的这个儒者，特别是国学者，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批评中国，就看中国的时候，你们就是很虚伪啊，就是你们明明就是说成圣成简，可事实上根本不可能这样。好，总之呢，这是我突然想到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当然读书的目的就是要使用技术的取得，这个例如作文。啊，因为当时的这个行政的工作，你必须要会懂汉文，或者是你跟负责外交的话，你更要跟这个朝鲜半岛的人这个事务往来之类的。所以使用技术的取得当然是这个读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啦。OK， 但是事实上只有少，就是说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去读书的啦。另外一个就是，当然就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兴趣的问题啊，他觉得他试着读这个，然后有成就感啊，那么。这个前提当然就是你不用为你的生活烦恼，所以你不用为生活烦恼，你才有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多余的时间去做这个读书的工作。那也因为这样，有时候很多人因为他们家本来就很有俸禄的，或者是本来是属于我们讲不是武士，而是所谓的顶层阶级，可是家里蛮会赚钱的，可他也不用去烦恼钱的问题，他就认真读书。所以江户时代就很多人有很多有空的时间做学问，所以江户时代的江户儒学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不知道，我也很难去形容这种丰富。我绝对不会比中国差的。很多的儒者，他的著作呢，都不是一两本的，很多的是100本、200本，甚至有300本左右的这种情况。因为他们有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工作，而且是很认真的工作。因为他可能做这个事，因为他出于自己的兴趣，他就是很会做这些事情。那么当然，现在江户儒学研究也好，或思想史研究也好，在日本也非常示威的，就是研究这些方面是很少，因为一眼必知，他完全不符这个时代嘛，他跟西方的东西没什么关系嘛。就是一个陈腐的过去的东西，所以真正有兴趣研究这些东西的人其实真的很少。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从江户的历史脉络来讲，他们留下大量的所谓日本人的儒者的对于中国的经史啊，还有文学的研究的书籍，非常非常的多哈。我看不知道什么，对，例如说我这个随便抓一下，就是从那个日本的古籍中心里面随便抓一下，就是你看这个。299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叫伊藤东来这个人呢，他的著作呢，总共有将近299本，那么多。那提升出来呢，稍微差一点，248本这样哈。那这个当然，这样的人我当然没有去统计哦，但是我觉得不会太少啊。就是你著作200-300本的人啊，其实有一定的数量哦。那么你说著作数十本的人，其实非常多。我讲的这个意思要跟各位知道，就是江户时代它是一个知识非常发达的时代啊，然后它的知识的品质也非常的好，品质也非常好。因为他们不读书不是为了就是你要考试，他就是为了就是做研究有兴趣，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就是很有品质的东西。好，对，那回到这边来，就是那么江户时代另外一点，我觉得我要讲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社会一般就是这个也是渡边浩老师喜欢讲的，他就是一个家社会，什么讲家职国家，所以就是一夜下凯的问题。那么这个一夜下凯的情况就是说，因为相对于中国呢，他我们讲。在台湾也是这样，就是一个父系血缘为主。你说姓陈、姓蓝，这是因为你的父系血缘的关系，是这个姓是跟父系血缘相关。可在日本的，你是属于某个家，你有个家名，你叫佐藤也好，叫什么金井也好，那是你们的这个家名。那个家呢，就像是一个公司、一个法人的一个概念吼。每一个人呢，就属于一个家。那么在这个家社会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家名的维持、家业的维持，不是你个人的荣。这个家业的维持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反映在今天日本社会，我们看到日本有很多老店嘛，因为这个老店它就是一个家，这个家呢，你要怎么维持它最重要，
所以他允许所谓的养子嘛，没有血缘的养子，你也可以来继承这个家。重要的是要有能力的人来维持这个家，这样。所以这个家社会里面呢，他这个家社跟中国的这种重视男性父系血缘的这个社会就非常不一样，反映在你对儒学的解释会不一样。例如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说，你对忠孝的理解就不太一样。在这个家社会里面，你对你的家的，如果刚好是你的父亲，你对你的父亲的这个孝，就等同于你这个家的忠是一样的。这个家呢，假如说你这个家，你是武士的家，你这个武士的家，你会上面还有一个家，就是这个大名好了。你们这个家隶属于某一个更高阶的一个大名。那么你对你这个家的父亲的孝，就等于你对家这个家的忠；对家这个家的忠，就等于你祖先对这个开始以来对这个大名的一个忠是一致的东西，是吧？连贯下来的。所以他们在讲忠孝，忠孝一致。为什么日本儒学喜欢讲忠孝一致？他不想说忠孝两全，不是这种问题，而是忠孝一致。基本上跟他整个这种家社会的体制，是息息相关的吼。OK， 所以他社会体制不一样，导致他们在理解这个儒学的时候，或者诠释运用它的时候，就有很多不同的情况出现了。这是我想要讲的一点。另外一点我刚好没讲的就是所以我们现在看讲到江户时代，我们都说哦，这个江户时代是个幕藩体制，有幕府有藩，然后后来有天皇重新再浮现。可是藩啊、幕府啊、天皇这概念都是汉学的概念，汉籍的概念，这都是后来的。因为随着刚才讲的，就是江户前期其实这个汉学不是那么发达的。江户后期呢，开始所谓的藩校，就是武士开始你被迫你要读书，就是在各个藩设藩校。那么这个在这个藩校的发展基础上，日本的汉学更加的发展。那么这个普及的结果就是开始他们用汉籍里面的幕府啊、藩啊来支撑他们的社会体制。不过，所以在江当时的社会体制基本上不太，例如幕府他们自称是称所谓公仪，藩呢是家或者是这个领分公仪之类的这种概念，日本的概念去自称的。天皇也不叫天皇，这边叫这个米卡斗帝啊，天子之类的。天皇这个概念，当然它是自很早以前就传到日本来了，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是不太用的，直到了幕末的时期的时候，它才重新被使用拿出来使用。所以很多的概念基本上的使用呢，跟汉学在日本在江户后期的发展，我觉得是有密切的关系哈。这一点先跟各位说一下。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再往下讲。那么接下来呢，我简单用底层我比较认识。知道的弟兄出来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所以儒者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儒者基本上，因为我刚才也提到，在儒者在日本基本上他们其实是不被重视的。你读书你不是士大夫，所以你不能把江户时代的儒者理解成士大夫。这个很多他们留下很多的话，他们就是说儒者基本上被认为是没有用的人，没有用的人。然后儒者的学习的这种汉学儒学呢，就是他们叫学问这种东西呢，他这种是一个就是艺术，一种技艺，不能说艺术，一种技艺。就是说你读书基本上你是在学习一门技艺，就像你是阴阳师，你学习这个阴阳道之类的技艺之类的，或者是下棋是一种技艺。所以做学问是在这个层次被理解啊，或者是你的佛教，你学习佛教知识，医生学习医生的知识，这样这个儒者事实上是在这个层次被理解的。那但是儒者不是说所有人就是说他们的情况很多种，有些就是从事教育，有些是当所谓的御儒者，就是比较称为公务员的儒者的话呢，他就要面对外交的问题，然后比较好一点就是会这个当大名的这个智囊团之类的。这个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这是少数的会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以这个狄生楚来为例跟各位说明一下。像狄生楚来呢，他早年的时候呢，他爸爸因为犯了错，所以就被流放到南种半岛，然后回来之后呢，他就当这个补习班老师，这个我们叫Majijusha， 这种就是在这个江户的里面呢教人家一些怎么写汉文啊这类的工作啊。这个赚的钱是非常微薄的很穷，那时候他很穷。后来他被他的老板赏识，然后就提拔到这个就是那个藩里面工作呢，然后就变成了御儒者。这个御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这个 Gojusha， 就是说成为某种我们讲体制内的儒者，这样公务员这样的感觉。那他在公务员的时候，当公务员的时候就是做的工作就是教导这些武士们，还有就是注释一些史书啊、兵书这方面的工作。那这些工作，到了后来，他45岁的时候，那开始就是开这。再重新开补习班，然后呢，他因为他老板退休了，退休之后他就开始，也就是自己在这个一个叫毛场店的地方开补习班哦。那这时候呢，他跟年轻的时候当补习班不一样，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俸禄，就是退休俸的，可以理解成退休俸的感觉，有退休金这样子，所以可以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哦。他的俸禄其实还蛮高的哦，那个好像我忘了400担是不是？有人忘了，总之那个400担相对现在多少钱？这有各式各样的算法，有人说这个一担就相对现在100担好像相对有500多万到2000万左右的说法了。总之就是，如果你有400担，至少换成日币，现在2-3千万应该跑不掉。那有很多的钱嘛。
可事实上，江户时代他们虽然你赚很多钱，可事实上你要养很多人，所以真正道理说他赚了多少钱，然后他是不是很有钱，其实这个可能要 case by case 去想哦。总之，我要想表达的是说，这个狄征出来的后来呢，他因为退休之后呢，他有师长退休金，他就不用去烦恼这种经济上的问题。那所以他重要的作品呢，基本上都是在他四十几岁之后完成，包括如果各位有接触的话，像是什么《变道变名》啊，《论语争》啊，或者后来是跟政治论相关的这个政坛啊。这些都是后来写的。所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德川汉学的发展呢，他呢就有几个特色。另外就是我刚才讲过一个，就是他会有比较有多元的发展。这个多元的发展跟语言差异有关系。这个语言差异等一下我再讲，先再讲一条，就是刚才讲过了，这个科举没有科举的束缚，所以他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举个例子说，这个我想到了一个例子，就是这个不是很直接相关，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鲁迅不是说礼教吃人吗？各位知道吗？大家听过礼教吃人，是因为鲁迅读了这个日本人方二十一写的《国民性实论》。《国民性实论》里面讲到日本人，基本上我们的国民性，我们日本人相对于中国人很残忍，我们不残忍这样子。其实日本的国民性就是这样。但是他根据什么知道吗？就是说，你看中国的史书，中国人呢会人吃人。那人吃人，他们是不是日本人乱掰的？不是，中国的史书真的是有记载啊，人吃人这些方面的问题，就是饥荒发生了，所以人吃人。那我想这个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我想讲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科举的研究者，你不会去读这些东西，你懂意思吧？这种琐碎的东西，你只要是读你觉得对科举有用的东西。可是你在日本读书的时候，你其实你就比较自由，你可以比较不用受到科举的这种科目的限制，你可以比较自由的去阅读东西，然后有一些想象。尽管这些想象或许是错误的，或许是有点夸张，但是呢，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OK， 那这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或者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你看日本的儒学或者日本的思想的时候，你可以注意的一点，他们或许会注意到中国人不会注意的东西。好，那另外一点刚才也讲过了，就是这个家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对儒学自然而然会有不同的诠释。那么中实用这个我刚才也讲过了，就是 每一个人他会从他的角度比较实用的角度来理解儒学。例如说我今天比较特别想讲，就是三浦梅园，因为我最近也写了三浦梅园相关的书。三浦梅园其实是完全这个怪咖，就是他的书非常难懂，超级难懂的。因为他的东西是在儒学的基础上在教他自己原创的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个蓝学的知识混合在一起的东西，很不好懂。他有三个书，著名的书叫《罪与感与玄宇》。这三个呢，因为他跟康德出生是差一年，1723，那康德1724，所以有人说他这个三的有点是康德的三批判书一样。但只是说康德，各位都知道，康德名满天下，影响非常深远。这个三浦梅园其实没什么影响力的，他是明治之后内藤湖南等人再发现他的，觉得这个人很厉害，这样他的确很厉害哦。老实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你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虽然他的东西看似来看不懂，但事实上你仔细看，就是他是一个很深刻，他就是要用他自己的现有的知识，在九州那个地方，他去研究天地自然，思考人怎么去面对天地自然的问题的一个人哦。所以他的书里面的历史，你看很多图，他画很多这什么那个雾啊、气啊，那么这种很多的图到底他是什么意思去画这个图了？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我不知道算很多了，但是有人研究了那各位有兴趣可以找来看哦。总之，他很不容易理解。那我为什么要讲他？就是因为我只是跟各位讲说，在江户时代有很多人，他事实上当然，其实他会想到，他会去思考这个自然到底怎么回事，然后要创出一门学问出来。可这个创出来学问又东西又不是纯儒学的。又不是完全西方科学的东西，有点介两者中间，可是又很独创性的东西，所以他就很难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哦。OK， 好，对，这个是我觉得可以跟各位分享，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往下看哦，第五这一点我顺便稍微讲一下，例如说。我们说他是儒者，可事实上他虽然他用阴阳这个角度去建构这个整个宇宙论，可事实上他批评反对用五行的角度。可在中国的儒者，包括戴震在内，你都是阴阳五行的角度去讲的。可他们认为这个五行基本上是后世的人去汉代以后再建构出来的东西，基本上不是一个理想的一个知识框架。OK， 像诸如此类的问题呢，在日本很早就有人开始想这方面的问题了，就是对于五行的。这个框架的一个句式批评其实不止三浦梅园，在更早之前就有人讲了 OK， 同样的他们会吸收来自西方的知识，这个我第三讲的时候再讲一下，就是说他们会吸收来自像西方的时候怎么讲这个四行说，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个四行论之类的问题，他们也有吸收。总之他们是在建构不止在儒学在蓝学来的这种西方知识基础上去想象个天地自然的一个情况。那么接下来我想讲另外第三点，像刚才提到了，就是你读书其实很重要的目的就是
对于江户的人的一种形成一种某种教养。OK， 武士呢慢慢自我转化成公务员，慢慢学习儒学的知识，建构成一个儒学知识分子。然后儒学里面事实上有很多，例如说历史提供很多你怎么治理、你怎么去处理问题啊的一种思考的价值的东西，就在历史中国历史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提供你思考。好，那所以有些人更进一步的，他就会进一步的去研究儒书、研究史书，然后就变成了现在我们都看到了日本所谓日本的儒学研究，江户时代的儒学研究的经典啊，就是在这个脉络里面啊。出现了。那么但是话又说回来，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家社会，所以呢学问比起学问家业是更优先的。例如在这个红慈屋的一个家训里面就有讲到你家业有余力你才是学习学问。所以家业我刚才讲过，如果你们家是武士你就做好武士工作，如果你们家是卖钉的钉人，家里是卖酱油的，你就好好卖酱油，你们家里是做椅子你就好好做椅子，椅子做好了之后你有时间你再好好学学问。这种价值观跟我们刚才讲的在中国的以科举主导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观，我想会就会不一样哦。OK， 然后最后不是最后了，就是这一点我要接下来讲的就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刚才一直没讲语言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语言是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在中国你读汉文，我们现在都用北京话去读，可事实上你各位都知道，你也用广东话去读，你也可以用台湾话去读它、闽南语去读它。那么在日本或者在朝鲜半岛，他们当然也是用可以用朝鲜的语音、日本的语音去读它。但差别在于说，朝鲜半岛跟日本跟我们用台语去读汉文，差别在于说他们的语言体系跟我们不一样。一般我们说这种语言类型论来讲，说日本是所谓的是个黏着语，然后中文是所谓的孤立语，哈，是不太一样，所以语顺不太一样之类的。你语顺不太一样，它就会牵扯到很多的问题。还有，日本本来就有他们自己的很多的概念，那你用这个概念去理解汉文的时候，它就会牵扯到翻译的问题。所以，这个日本人在解读这个汉文的时候，他就会有因为语言差异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例如说，这个大家都喜欢讲的这个《论语》的学而篇这个例子来讲，各位看日本人在读书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台湾在台湾一样，你母语是中文，然后你知道怎么读，然后也不是像现在日本人，他们可以去学中文的文法，然后你再去学跟中国人一样，透过中国的文法去读这个东西，不是的，他们是在对中文的文法没有了解的状况下，用日文去读这个汉学的经典，例如说，所以他一开始不会读人呢。他有一些技巧教你怎么读，这个叫训读、训点，这个用训读的方式，像这个 te， 这个 malapi te 这样怎么样？那这个打勾就是叫你要翻转过来，那二一对不对？那二看到二之后，知道后面有一，一要先念再念二这样，所以他有点就是说你，他有一种叫训读的方式教导日本人你怎么用日文去读汉文，而这叫训读。那么这个训读呢，所以训读本身是用日语去读汉文，不是用中文去读汉文，所以你不能把它想成是一种华语，它其实就是日语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哦。那我们再往下看一下，例如说训读本身就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啦，因为你要怎么训读，其实有很多讨论哦。例如说训读学而时习之，你可以说马拉比特托基尼科列奥纳拉这样，你也可以用这样跳对斯科西的这样，这个差别在于说你把而这个字给它表现出来嘛啊、哦，像这个或许这个更清楚一点，百闻不如一见，这个ヒャクモノ一見にしかず。这也是一种训，然后更接近日语脉络的这个 hakutabi kiku 啊 ，itotabi minuni， 我有八字，这种也是一种训读。那这种训读的差别在哪里？这个训读当然就是更接近于汉字的原型，这个就是更接近日文。我们讲更接近和文脉。那这种训读呢，对是在汉学比较发展的时候，比较后期之后出现的东西。可是这种训读呢，它有点是过度依附汉文的脉络，所以后来当然会有人批评说你这个根本不是日文，你这东西根本不是日文，这样就是有点破坏日文的这种一种格式这样。那这个当然就是更贴近日文的一种训读的方式。所以训读本身它事实上它不是说一个标准答案。OK， 你事实上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去训读它这样。那当然如果我们再讲一下的话，就是说这有很多问题哦。例如说学而时习之，这个学而时习之，这个写 dokini 对不对 ？dokini 的时。各位怎么理解学而时习之？他不是这样偶尔想到在学习吧？不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用日文 dokini koreo， 然后就是那我就说，哎，孔子叫我们说想到在学就好了，是这个意思吗？那如果你用 dokini 这个去理解的话，直接理解的话，就会这样想。所以他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就有人主张说这里要念 zneni， 就是经常学习的意思。这样，所以总之信徒呢，他是涉及到你用日文去翻译它，这个翻译的时候，他就用套贴近日文的脉络去理解它，当然就会被日语带着走。这样带着走，当然。就会有说，有时候就有误读的现象出现啊。有时候是训读，只是一种念的方式。真正厉害的人，他当然知道说 ，OK，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比较好理解。读是一回事，理解又另外一回事，这样的情况是会存在日本的儒者里面，是可以并存的。
是我这样读它，可是 不代表说我就是真的这样理解。OK， 这义理上的理解可以是另外一个层次这样。好，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读它，你当然有些人你层次不够，你就是按照你的日语的脉络去理解它，这样情况就会发生哦。OK， 好，那个训读当然，如果我在这个我们下一次我会再进一步讲，就是这个训读跟的问题，下次会再讲。但我今天特别再强调一点，例如说日本人他们在训读，如果你学日文，好，天这个训用音读成是 ten， 然后可是日本本来就有一个概念叫阿美，这个阿美就是训他的，就是说这个天传到日本来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个天应该类似于我们日本人本有了这一个概念叫阿美，这个就是训他，这一点就是一种解释的。然后复杂的是这个训他的音，它又可能变成另外一种用来表音的工具这样子。这个我们下礼拜讲这个问题。总之我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这个天一个概念进到日本来，它呢事实上它会用日本去读它之外，它也会用来解释日本的本有的概念这样子。那就会形成很多的这个差异的问题，例如神这个问题也是一样，这个音读是信，这个是可是一般是训读是 kami， 这 kami 的意思跟神的意思实际上不太一样，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讲。总之这个就会发生这很多的这个差异的问题。例如我最常举的例子是这样，像这个城在儒学里面是个重要的概念，可日本人他基本上你音读是 sei， 可是他们都是读为 makoto， 可是 makoto 的话他又有很多汉字是用 makoto 念 makoto， 例如中啊真啊也叫 makoto， 所以日本人在想这个成的时候，不成无物的时候，很多人呢、啊，他们在想的不是跟你想的那个中庸什么那种东西，而是特别在幕末时期，当日本人你看他想一个成，像那个新撰组背后那个那个什么，他们那个穿的衣服后面有一个大的这个成，那个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尊皇的意思，就是我纯粹的心啊，尊皇纯粹的心的意思。Makoto 就是你纯粹的心的意思，真心的意思。所以，就当日本人讲他，你看汉字是成，可事实上他理解的是 makoto 啊，这个就会有很多脉络上的差异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讲这个意思说，我们在理解日本儒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用汉字汉文，你的汉文知识去理解它是 OK 的，可是很多时候会有问题啊，因为日本脑袋想的不一样，他们是用日文去想这些汉字汉文，可是我们用中文去想它，就会有时候就会有问题。OK。这个我们下礼拜会再讲这方面问题哦，然后所以他们怎么学习的呢？这个有趣，我跟各位讲一下哦，就是所以日本人他们不用江户时代日本，他们不用学中文，他们怎么去学汉文？他们除了会念之外，还会读会写啊，儒者写很多汉文的书嘛，这个叫复文的方式哦。复文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去把像这个中国的书有没有拿过来，然后自己把它翻译成我们刚才讲过训读出来，像叫训读文。这个训读文呢？就像这样子，你把它训这样子出来，然后呢，你自己再把它翻回去，翻成汉文这样子，然后你看你多少错，你老师会帮你改。哎，你错了多少？那你就知道啊，我这里错了，下次我要记住说，这个错的地方不要这样翻译这样子。各位懂我意思吗？就是把汉文训读成这样子，你可以理解翻译成这样子，然后再试着把这个翻译的东西再把它翻回去汉文，透过这方式来学习汉文的书写。那这里当然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说，对日本人来讲，这样的训读文是比较轻松的，就是直接把汉文还原成日文，这种训读文对日本是比较符合日本的语顺，他比较能够理解。所以后来这个随着儒学的发展，这个训读文呢，快速的就形成了整个特别到明治时代，这所谓的公用的文体，就是这种训，就是这样子来的。它是训读汉文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上训读汉文的时候，就会呈现是这样的状态，你把它书写成一个文体。就是这样，然后你再把它翻成汉文，再把它翻成汉文，就是变成汉文的样子。可翻成汉文的时候，它就会很多问题出现。你汉文能力不够好的人，就会这个提升出来说了，会有和喜的问题出现。这和喜就是很多层次的、啊，例如说你这个可谓故儒者之论也，这个故的位置放错了，应该是故可谓儒者之论也。这种故，就是你在翻的时候呢，翻回来的时候，你的故因为受到你日语的影响，你就会放错位置这样子。好、哦，这个叫做和句。然后呢，还有这种叫做语气声势不纯中华者，例如说日本人喜欢，有很多学日文都知道，很多这个 te 有没有 te 就翻成而或者则，很容易日本人写的汉文很容易这个而跟则出现，这跟他翻回来的时候是受日语影响有关系，所以这个提升出来就有人嘲笑这个伊藤仁哉呢啊，他这个语气声势呢不纯中华这样子啊，诸如此类的，就是。训读本身呢，你用训读去学习汉文，然后书写汉文是 OK 的，可是你自然会受到日文的这个语脉的影响，会有这个所谓的就是不纯中华的这个现象出现。好，那么所以日本的儒者的书写文体呢，除了我们讲就是这种汉文之外，就是还有刚刚讲过这个 Yomikutashi 文，就是训另外一种叫做后文。后文就是它长这样子哦，就是像这个提升出来讲，提升出来的除了汉文的著作之外，它有这个太平册，这种就是一个训读文写出来的，可它也有这种后文的东西。哦，这个后文就是这样，这个可以看比较清楚，我们放大来看，像这种的，
它就会有这个字里面有后 solo 文这个结尾哈。那这个就是当时江户时代主要的公文书的书体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一个儒者，他的著作里面哈，有汉文，也有训读文，也有后文啊，这种很多种混在一起的。那这种后文对台湾人、对中国语圈的人来讲，其实比较不容易理解它。你要经过特别的学习。那但是对于日本的江户时代的日本人来讲，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而且这个后文呢，因为它是日语，所以它会比较容易表现出日语应有的敬语啊之类的东西。训读文就比较不容易表现敬语，所以训读文基本上取代后文的过程，也就是有点就是把这个后文里面的一种身份制的一种社会的东西，把它清除掉了这个意思在。某种近代化的意思在，就是训读文在江户在明治之后取代了后文啊，成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共用的文体。这个过程之中也有一种就是对于身份制社会的一种抵抗批评的一个意思在这边了。OK， 好，这个如果各位等一下有问题再说，因为时间不够，我就先讲这样。我实在跟各位讲，就是日本的儒者，他们其实不只是写汉文的东西而已，他其实操作各种文体，而且他为什么要写这种后文呢？只是因为他要跟他的老板大名们说话的时候呢，他要写这种东西，老板才看得懂。你写汉文，他看不懂啊，或者不容易理解啊。你教养不够，你就看不懂。写这种东西，他们比较容易看懂。所以要像这种所谓的武士传达思想的时候呢，用后文会是比较好的一个工具。这样，那反过来讲，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大陆，你会有盲点。因为你看研究日本儒学，你就是看汉文的东西，你不看这些东西的。可是问题是，这些东西才比较表现出他的思想。因为汉文对他来讲也是外来语言，这些东西他比较能够贴近他自己的日语，贴近日语去表现他的意思。所以我们研究日本儒学，如果你只看汉文，基本上会，我说不能说这种研究会有问题，而是说如果你是真的要研究一个江户儒的思想，事实上他的后文你也应该理解。如果你的研究问题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那当然我觉得你不看这个是没有关系。但是就事论事来讲，这个后文呢，对我们理解一个日本的儒者的思想是很重要的。OK， 好，那么反过来讲呢，因为到了后期，因为后来很多日本儒者到明治时代，这训读文就越来越发展，所以到了这个什么清末的时候，很多像梁启超之前，他们到日本去就发现，日本的东西蛮容易懂啊，像很有名的这个家人之奇遇嘛，就是这样就写的。家人之奇遇，各位看起来啊，其实呢很容易，你只要通报好一点，就知道有些东西把它删掉，然后翻转一下就可以理解成汉文的。所以梁启超自己也很快速的，就是透过这种明治时代的训读文，他把它翻成这个清代的这种汉文，然后在中国传播嘛。所以他鼓励大家用这个什么和文汉读法 ，OK。可是和文汉读法本身就是一个，就是在对日文的一个很比较浅薄理解上的想出了一个急救章的方法，后来梁启超自己也认为这样是不对的了。但是我要想讲的是说，为什么他这种方法可以成型，是因为刚好在明治的，我们可以知道整个日本他在汉学最发达的时候，应该就是在幕末汉明治初期，也就是在整个十九世纪中的时候，应该是日本的汉学的顶峰。现在来讲当然完全不行了，现在日本完全不行了。他的顶峰不是在江户前期，也不是在十九世纪前期，应该是在十九世纪中，我觉得应该是整个日本的汉学发展最高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很多人他的书写就是我讲用训读文书写，然后你看明治时代的很多的这个作品汉字也特别多，跟现在的日文比较起来汉字特别多，所以中国人来讲反而你对汉明治的这种著作你反而容易理解，因为他们的明治的汉文所谓训读文里面呢会很多这种成语，很多这个成语呢你不经学习，你没有学习你不会的，像什么守株待兔啊诸如此类的，这个在我们台湾的日常应用里面就很常用的东西呢，它会出现在这个明治的文体里面，可是呢这些东西对现在的日本人来讲，它是有点困难的，它不是马上你没有特别的学习的话，其实不太会的。好，这是我想讲一点，从整个东亚来讲的话，你可以注意到的一个面向。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其他这个我就不讲，我想我就跳过去。唐化的问题我就不讲，我就是说唐化简单讲就是说，他们事实上当然昌崎也有中国人去了，所以当时日本也有人少数接触这个唐化，然后学习唐化的，那提升出来也鼓励大家学唐化啊，但不过这个是少数的人，那学唐话的话，有一个重点就是要记得，他们学唐话不是要跟人家对话，基本上只是要更清楚的了解中文的脉络这样。所以学唐话的目的是要读书作文，不是要跟中国人对话。这个就是我们要理解江户时代的时候，你不能用过度投射现代的问题意识去理解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我要讲比较重要一点了，就是说，因为训读的关系呢，你从整个翻译学的角度来讲，它后来有两个发展，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你会很重意在意和谐，所以你要尽量的贴近汉文，有这种想法出现。另外一种想法就是，
我们就不要去在乎这些东西。我们日本人就是这样读，什么错？就是我们要创造日本的汉文，日本的汉文，我们自己读起来舒服才是好的啊。这个这种想法的出现，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赖山羊哦。所以赖山羊的汉文，就是后来现在日本的这个国高中，他在学汉文，一定会有赖山羊，因为他就是一个日本人的汉文代表的汉文。然后可以看这个例子，这个是斋藤希实老师举的例子，我觉得很代表性哦。例如说《日本外史》这本书里面有这句话，这段话基本上是把《平家物语》这段话给它浓缩成一个汉文。可是呢，日本人他不会这样，不会念说“欲忠则不孝，欲孝则不忠，从政进退，穷于此矣”，他不是这样念，他这样念“秋南浪的河斯雷巴斯那瓦库纳拉斯库南浪的”。你看到这个字这种有点押韵的感觉，就是你用日文去念它的时候，日本读起来顺，这才是重要的。这个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变成一种比较主流的一种思维。像这个赖山羊的这个他的汉文，就是明显的表现这样的一个特色出来。OK， 好，然后最后我提一下，我觉得蛮有。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我最近也在读的，就是这个大选南亩的相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汉学，发展到这个十八世纪中之后呢，他们开始出现呢，很多人学了很多这个汉文，可是你事实上我刚才说他可以用外交，可真正能够跟朝鲜半岛人进行外交对谈的到底有多少人？很少，所以很多人学汉文基本上其实有点是兴趣的，然后到后来我们发展出就是一种就是用汉诗啊汉文来描写日本的景色，然后有些是甚至。用来搞笑这样子，取悦大家这样子。像这个叫大田南亩的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出版了一本这个诗集，这个叫《Neboke Sensei Bunshu》，这个 Neboke 就是半梦半醒之间的意思哦，就是啊，然后他叫毛长成分汉，这个成分汉进成分汉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应该说汉字是这样的，但是他是念。金本坎这个什么意思知道吗？金本坎的意思是说听不懂啦，听不懂的意思，就是说在日语你看到这个表现，它意思是你听不懂。那也就是说我用汉语来表现，可是日本人听不懂啊这意思啊。这个金本坎我不知道跟汉语的我们讲 听不懂是不是有点关系哈。总之呢，他的日文里面呢，他意思就是说听不懂的意思。OK， 好，我是他说也算他说自嘲我是毛堂的这个听不懂先生的意思。那他这个著作里面就有很多这个他的这个汉文，各位看他写的汉文汉诗呢，各位看一下，他用汉诗去描写江户的时候呢，这个汉诗看下来，各位看这样，很明显的他会加入很多二王门啊、两国桥啊、日本的地名之类的，还有很多日文的汉字东西，你不用中文的汉字你没办法理解的，他是怎么说？玄子现金正杂富小便无用板平这样子，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呢，它这边上面写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现金交易不二价这样的意思。然后旁边呢有一个板叫做禁止小便这样子，这个修本无用，这个无用是禁止的意思，而不是说没有用的意思。诸此类的，就是说，它这个汉诗其实是很我们讲和化日本化的一种汉诗的。你如果不懂汉诗，你其实也不容易理解它。但话再说回来，如果你不懂汉文，你也不容易理解它。所以这种游戏事实上有点高级知识分子的游戏的感觉，它也不那么庶民化。就是你有汉文教养、汉学教养的，然后才创作这种汉诗，但是它事实上对中国人来讲不容易理解啊，对很多的这个所谓的一般的庶民其实也不容易理解的一种文体诗歌的东西哈。然后呢，他们也会，他也写这个，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就是他写了一篇叫做《阿仙阿藤优劣变》，这个也是一种，他们这个叫戏作，也是古戏作。但是你从这个你看到江户时代，它其实还是蛮开放的社会。我刚才讲说它是身份制社会，好像也很严重，好像大家过得很辛苦。可是事实上，换个角度讲，江户社会是个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然后女生呢相对来讲。是很容易的，就是说在社会走动啊，然后工作的一个社会。那这本作品里面就是讲说阿仙阿藤到底谁比较漂亮的意思。那就是说江户时代大名，那时候有两个美女，这两个美女呢，各有就是拥护者，然后他们去讨论到底谁比较漂亮啊。那重点是你看这个汉文也是一样，各位看到这个汉文节。阿仙众人流金易水扭至这个上光寺，凳子长鼻毛哦，这样子下来你其实。不容易理解他的意思，那但是你好像又可以猜出他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流金玉就是流口水了，就阿仙非常漂亮，大家看他流口水。然后这个水牛牵至上光寺，上光寺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寺庙，就是被牛牵着你要去一次，就是说，所以他很漂亮，所以大家都要去看他这样的的意思。然后什么凳子长鼻毛，就是大家一直在看，看到凳子都就是你坐在那边坐着，坐你都长鼻毛了还不走这样，诸此类的哈，就是他这个整个的文章其实是。很，你说是用汉文书写，可事实上你用很难用这种很单纯中国的这种汉文汉学的角度理解啊、哦，它有它很日本化的那个面向在，所以这个汉文汉学发展到整个江户后期，它就很日本特色就非常的
这个浓厚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当然就是说那个美女叫 Osen， 这个她也跟变成浮世绘的作者这个铃木春信呢一个创作的对象。所以这些汉诗或者是诗文的创作又跟浮世绘等等又会连接在一起，就从这边我们也可以讨论江户的所谓的我们讲民众啊消费社会的一种形成他们的审美观啊之类，这些问题其实很多可以 去想象讨论的问题。那其他的其实可能或许同学有些人比较印象或在台湾我们比较有人比较知道的，但是我就觉得没时间的 我就不讲了。就是这个汉学当然跟经学很有关系，他们有大量的经学著作的东西，这个因为没时间我就不多说，而且我认为我们在台湾大概大家对这方面比较理解，所以我就不太讲这些东西。那么在政治思想也是一样，政治思想的展开就是因为他们主要的一个知识来源就是汉学，汉学其实比较渗透在的是知识分子层级，民众其实没什么影响的。所以民众在知识分子他在应对思考你如何掌控政治如何追求理想政治的时候，他主要依据来是儒学的东西为主。就这个意思来讲，儒学对日本的社会知识形成是很重要的。那到幕末的时候，例如说他们怎么去理解西方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藤井小兰。藤井小兰呢，他说西方为什么好？因为他们是宛如三代之治，就是说西方这种制度总统制，就是可以透过禅让制度的角度去理解这样子例如说这个很有名，他的一本书里面《国事三论》里面有讲到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这样求这个平息云的战争，求治世于世界。然后呢，他其中一个重点，他提到华盛顿这个让贤不让子，宛如三代之教，这样也就是说他们是透过中国的儒学知识去想象西方美好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儒学在这里是一个理解西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介啊。OK， 这一点是我想要强调的。最后再讲到汉学跟近代的关系，不然有点跳的比较远，但是、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跟稍微讲一下。所以汉学到了明治，其实已经发展到一个高峰。所以明治所有的，不管你政治也好，什么学问也好，都是奠基在汉学基础上的，这个毋庸置疑的。包括我们最有名的教育赤语，本身也是这样嘛。教育赤语它不是用后文写的，它是用训读文写出来的嘛。就我刚才讲训读，然后当然投射了很多这个儒家的这个理念。各位很常被提到了这个什么你这个臣民父母，对不对？你要孝父母，对不对？有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这当然是儒家的思想。所以我们会说，这个日本的教育自己受到儒家影响是没错。但是呢，我也提醒各位，他这个儒家其实是很日本化的儒家的东西，跟中国儒家还是有点距离。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想说，他说，夫妇相和。请问各位，我们讲在中国儒学里面讲夫妇是什么？要讲夫妇有别，不在讲夫妇相和。那为什么他这里讲夫妇相和呢？这个按照杜明浩老师的说法，就是因为江户时代的人离婚太多了这样子，所以江户时代儒学的这种劝诫道德劝诫就是说。夫妻要好好相处，不要动不动就离婚这样。所以劝你是夫妇相和。所以教育赤语他这个儒学理念的发展源头还是来自于江户儒学，而不是突然从 明清儒学转过来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理解明治的这种汉学的时候你必须要有的一个理解这样。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很有名的例子。日本的社会主义，明治时代很多出版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他接触社会主义背后还是有汉学知识。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叫芥利彦，他里面就这样讲，就说我的社会主义的根底呢是自由民权说，也还有这个儒教啊。那么各位很明显的知道，社会主义孟子讲什么？你要照顾鳏寡孤独，不是社会主义吗？诸此类的东西，就是说儒学这个东西，基本上在明治知识分子在理解西方思想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这个很多层次可以去讨论的问题，但就是像芥利彦来讲他自己都这样表白了。OK， 那么例如我们再说，夏目漱石这个就很多人讲，我就不多说了，我只是跟各位讲，像夏目漱石这个很多人讨论的那个我们台湾那个郑其茂老师他写书很多这个有关日本汉文学的。各位如果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读郑其茂老师的书。那另外我要说以这个作结，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善信友朋哥都知道，他非常有名就是元老中的元老，这个。最有权力的可能是近代明治时代最有权力的一个军人，那他还会写汉诗，那这个汉诗是特别有名。这个就是他写给谁呢？大家都知道乃木希典，乃木希典台湾的总督嘛。那乃木希典他当总督之前，他去打日俄战争的时候，打那个旅顺一直屡攻不下。这时候呢，善信友朋算是他的老板了，善信友朋就写一汉诗给他，就是讲百战击蝶天意惊，包围半岁万尸横，精神到处见于铁，一举直图旅顺城。OK， 他这里想看他写说，昨夜梦见旅顺城。有做姚记乃木将军，就我昨天做了一个梦，你一举直图旅顺城了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他这个是有点给他一个比较委婉的一种激励。你说正面讲激励，反面讲就是你叫你好好给我
办好了，就是说下命令的意思。你如果拿不下李俊臣，你就看着办啊。所以这个汉斯在这里呢，作为一个明智的军人呢，知识分子的教养，他也有委婉传达意见的一个功能之外啊。就是说，那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就是因为他们在幕末时期，基本上他们在所谓的这种私塾都学过这些东西啊，所以自然而然他们会去做汉斯啊，然后可以托汉斯来彼此交流、传达意见这样。那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的，就是这个，因为你从汉文去念会觉得很恐怖，他叫他一举直图李舜臣，所以什么意思？他叫他说：“哦，我梦见了，梦见你，你。”这是把整个旅顺城都人都给屠杀了吗？是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用汉文的，就是用中文的角度理解，很容易是这样理解吧。但是这样理解是对的吗？我觉得三军有朋不是那么残酷，叫他去把旅顺城给屠杀了。所以我再给提醒各位，他是用汉文、日文去念他的。所以这是一九忠尼刘俊九呼噜这个你要念屠，这个你要念呼噜，用日文去念他。啊，如果用这个日文去念他的时候，他意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就是屠杀动物的意思，一个是就是攻陷城池或者把敌人打败的意思。所以按照何文迈按照这种日语来理解的话，他应该是叫他就是我梦见你，就是说你把这个李舜臣给拿下了啊，基本上是大概这个意思，而不至于说叫你去把李舜臣都给杀了这样子，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里我也是提醒各位，所以我们在看这些日本汉字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内在于日语的脉络去理解它，你还是用汉你对汉字的感觉去理解这些汉字的话，有可能你会过度诠释的它本来的意思。这样 ，OK， 好，我想我今天演讲先到这结束，谢谢各位聆听，谢谢。谢谢那个蓝老师的这个演讲非常精彩。那在场的各位有没有？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各位或者说在场的这个来宾有没有问题想要提出来请教这个蓝老师？谢谢蓝教授。那教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授刚刚有提到这个德川的那个汉学者，当他们在这个研究中国的古籍的时候，会有一些创意性的解读。那我很好奇的就是那个 Ogusolai 的部分，他的儒学思想有几层是自我创作呢？那又有几层大概是继承这个汉学的部分呢？还是完全都是自我创？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些华语的研究者，我们在看这个老师刚讲到这个。日本汉学的文本有汉文、训读文和后文。那以我们这个华语的研究者，我们比较难去亲近后文。那不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实际上的方法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谢谢。第二个问题就是看书啊，基本上就是我们日本那边有教你怎么读后文的书，就买来自己看。我自己后文也不是都很懂了，但就是都就是那个就自己买来书自己看这样。然后训读呢比较特别一点，我当然训读其实我很久没有训读了。我们以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是跟老师，我们读那个汉文的时候都是用训读去读啊，所以有大部分我还可以训读，很多时候我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训。但总之呢，训读它是要训练，它也有书可以学的。但我觉得我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因为我在日本跟那些老师读书的时候，读那些汉文的时候都是用训读读的，所以我基本上还蛮习惯那种方式的。虽然我在理解的时候，老实说我还是会用中文去理解啊，很多时候还是用中文去理解他们。那你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我觉得这个有点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你会这样问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从狄生主来角度讲，他没有创意的，我或许我说他有容易有创意的表现，这个。表达不是很好，就是说因为语言的差异，所以或许有些人他在理解的时候会受到语言的影响，有创意的就是有不同跟汉字不同的理解。可是汉文汉字本身就历史就不一样嘛，所以你按照狄生主来讲，你宋代的人朱熹，你用宋代的文法去理解这个唐这个三这个秦汉以前的文，你就有问题，这是错的。狄生主来重要一点指出这一点来，朱熹就限于宋代唐宋以来的文法结构里面去理解汉这个，或者他的思想去理解这个写于秦汉以前的经典，所以朱熹他理解很多会出现错误。然后反而我这个日本人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可以比你更精准的理解古代的汉文这样子。而且很重要一点，他们讲到一点就是说，你们活在郡县时代，我们是封建时代，秦汉以前是封建时代，我们日本人还比你身体感觉上还比你中国人，比宋代以后的中国人更理解，理想上来讲更理解秦汉以前的这个社会文化到底是怎么运作的这样。所以狄生出来他会不会觉得说他理解是什么几分创作，不会，他觉得我理解才全是对的这样，然后后来别人理解都是错的。当然这里还是有讨论，他作为一个日本人，他的对经书的解读是不是有受到他日语的影响的部分在，这个是可以有讨论的空间的。我想一定会有的，不是没有的。但是狄生出来的特别之处，正是在意识到
他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们用训读去读中文是有问题，因为训读是翻译，可是呢你却不认为你是翻译，因为你习惯他了，你内在这个框架知识框架里，可中国人不这样读，你就这样读它，那是你习惯日本的思维，所以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人不这样读啊。那反过来讲，我刚才讲过了，时代会演进，三这个秦汉以前的中国人或者还有地区的差别，楚国人怎么读了，跟秦国怎么读可能不太一样。可是如果你从你限于你是中国人，所以你就比较正确，这个想法错，因为你可能是明清以后的中国，明清以后的中文跟秦汉以前的秦国人的中文。事实上又不太一样。笛声出来提醒你，就是说你不能限于你自己的所处的时空框架去理解过去的知识啊，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个我自己也当然也很受到他这个所批评的启发哦。那么所以我自己的书写的思想史的作品也好，是我是比较注重这种历史脉络的，跟这个笛声出来他的著作给我的启发也是有关系，大概是这样，好不好？谢谢。我想说呢，就我想今天就说，如我们如何研究这种日本的这个思想史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情况呢他研究上一些建议，或者说他那对这方面，我想是一个非常不知道说大家在这方面如果的话，有没有需要聊趁这个再请。到以下蓝教授，就是有关于刚刚讲到一些德川学术的特征，然后有一个是实用性，然后刚刚老师有讲到那个三浦梅园。然后我有看一些资料，然后它显示说日本的蓝学可能在十九世纪初就在讨论那种经度纬度，然后纬度一度是差到底是日本里的多少这种，所以表示说他们对于那个自然科学到蛮深入的一个程度。那如果说自然科学里面也分比较基础的科学，比如说像天体，或者是说刚刚讲到的经度纬度，好像其实和实用性没有太大的关系。那有一点好奇说，在研究蓝学的人里面，研究那种基础科学的人跟比较实用的，比如说医学，比如说就是药理学等等草本学那种，他们有什么差异吗？还是说其实他们没有差异，他们是一群有很广泛兴趣的人这样子？还是说对，就是这方面想要了解一下请教。谢谢。可能我对实用性这个说法有点不是很精准，应该是我想讲的，就是说他们会就是吸收各种知识，然后去创作或者追求他自己的学问，这样这个意思上来讲是实用性。那当然你说的这种经纬就是更精准的科学知识，跟医学可能是更贴近我们生活的，然后还是有差别，这样是，所以这角度上也没有错。更多人的对蓝学的接触是医学，蓝学领域发展的最丰富的是医学啊，然后天文学当然也有，但这方面其实是比较少。这天文学我特别没有研究，但是医学很多，而且我跟各位比较，如果你对儒学没兴趣，但是你对医学史有兴趣，我也非常建议各位来研究江户医学史。老实说，江户汉武医学我现在超级无敌多，不会骗你的，很多。但是这些东西研究的人其实也不多。那因为江户时代他们真的是，就是说，而且那么医学比较有趣的就是，他们吸收来自于这个明清的东西之外，也同样同步吸收蓝学的东西，然后又用汉文去思考，好，然后有很多我们现在的一些汉字的医学概念，据说都是蓝学家发明的东西。OK。那但回到你的问题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一方面是我可能讲的实用性的，你可能更贴近日常的角度理解这个实用性啊，所以有这样的疑问。但是所以照你讲也没错，医学的人是真的是比较多了。那天文学那个是更专业的学问的啊，这个他们有天文方嘛，天文方是有天文方有专门在研究这个医学，这是所谓力学啊，或者是天文知识的人，这是有的。啊，那是更专业的一个领域，这样子。所以目前我大概只能回答这样。不过当然，我再讲一下，就是后来蓝学大量的来源其实是地理学，因为要回应这里来自于世界的就是西方人的这个逼近嘛，他们要理解世界地理，所以很多的人就是开始去翻译西方的地理书，蓝学的这个地理书，然后透过这个地理书去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啊，这个倒是另外一个就是讲到蓝学研究很重要的一环，这样。OK， 因为还有开放网络直播，所以在网络上也有提出三个问题下带。第一个是素文老师有从事德川学校的研究，作为官学的昌平版学问所的儒学，请问官学跟凡校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儒学交流或会否存在学风上的张力？好，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哦，请问在锁国时期长期的唐通氏对德川汉学的发展有何贡献？而唐通氏的群体会否有独特的汉学
学派与学风。那第三个问题，前期水户学的大日本史的编修，如何推动德川汉学的史学研究？另外，除了史记之外，还能从何种中国史籍研究大日本史？OK， 这个没问题，其实都很要可以讲，要讲可以讲很久。这所谓第一个问题呢，所以官学的昌，我们首先官学当然就是昌平皇的研究者，他主要是幕府的，隶属于幕府。那么藩校就是各个藩，那所以官学当然就是有很多像古贺同安啊，这些人都是属于昌平皇的这个读者。那官学藩校之间，他们会有，就是说有些的藩校生，他会到类似我们现在留学的感觉，会去昌平皇这个留学读书这样，所以是比较会有交流。好、哦。这是学风上的张力来讲，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刚才讲过了，江户儒学、大藩的朱子学、苦学派，还有这个什么阳明学。那阳明学这种东西到底成不成立是一个问题，但是苦学派里面又有什么一生人哉啊、低生出来啊之类的。但一个大致的理解就是说，江户后期，所谓义学之境，所以义学指的就是这个义，这个奇异的义，怪异的义。义学之境的义学指涉的就是低生出来这种苦学派的东西。那所以。到江户后期，你就经书解释来讲，比较统一的是用朱子学的方式去理解。但是，所以会有什么折中学派，就是因为折中就是他两者都采用，狄生出来的对《论语》的解释跟朱熹对《论语》的解释，他觉得哪个比较好，他就采用哪个，就叫折中学派之类的。所以到了后期，如果你要问经书经学的角度来讲，朱子学当然是会是一个比较主的一种方式。但话又说回来哈，这很多复杂的问题，就是因为你说。他某一个藩校生，他们用朱子学的方式解释经书，就代表他是个朱子学者吗？或者他完全是相信朱熹的义理，然后完全就是说反对古学派？当然也不是这样，只不过他们在念经书的时候，他可能比较习惯用，或者是说用朱熹这一套来解释他，因为他已经发展很久，所以是给比较容易教育的。比较适合教育体系的一套知识，所以在义学之境之后，事实上很多的昌平皇的读者也好，或者学生，他们也可以公开的阅读提升出来的著作，不是不能读的，你不能理解说哦，他们是不读的，不是这样，事实上他们是可以读的啊、哦，而且他们也没有很多反对，只是你教育的时候你要用朱子学这一套比较好教育这样，所以如果说要什么有什么学风的张力或者是交流，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case by case 你要去理解了。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不知道这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讲到第二个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唐通氏呢，跟德川儒学的汉学的发展当然有关系，因为刚才讲那个唐话嘛，那底层出来他们就认为说，哎，我们日本人用训读去读是不对的，你要用中国人的方式去读。那么在日本谁用中国人的方式读？就是唐通氏啊，所以唐通氏就变成他们学习这个汉学知识的。一个参考的来源，但问题话又说回来，很多唐通氏基本上从儒者角度来讲，都是没什么知识的人呢、啊。这样讲有点过分，就是说他们就是翻译嘛，所以他在对经典的理解上，其实还没高度达到一个高度的层次。好，所以有些像楚来学派，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点瞧不起唐通氏的这种情况。但不是说所有唐通氏都是这样，而是说唐通氏里面当然也有比较有学问的了。那他们是不是建构成一个学派？是没有的，但是他们对于德川儒者。理解汉文的这种工作来讲，他们的工作是有帮助。但话又说回来，德川儒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唐通氏很厉害？也不尽然，很多人觉得唐通氏可能是没什么知识的诸如此类的情况是存在的。OK，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大日本史的编修如何推动德川汉学的史学研究，这当然很重要，因为大日本史这个一直编到明治，所以特别水户学，它就是以大日本史编修为核心发展出来的。我们讲后来，我们讲明治是整个后期水户学，他们讲的国体论也好，这个都跟大日本史的编修息息相关、哦、所以大日本史的编修跟整个德川汉学的推动当然很重要，因为它聚集了一群人，一批知识分子在那边编史书啊、哦、这边都是最优秀的一群人啊、哦，然后像这个后期水户学之后我们会提到的这个快泽政治斋，他的著作也非常多。他也注释了很多经典周礼啊书经啊之类的都有。好，所以做这个工作的本身的这些知识人群体，就是当可以说是当时江户社会里面非常精英的一群人这样。所以他对听推动，而且他们除了日本史之外，他们也编修会写这个朝鲜史，还有我刚才提到的台湾史、台湾歌剧志之类的，这个都是后续水户学人写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对江户的史学研究，当然我觉得是一个很核心的位置。然后其实不止日本史，也有朝鲜史，还有中国史，还有甚至乃至于刚才提到了这个以郑成功家族历史为主的这个台湾史，都有这样的著作。那么除了史记外，还有哪种中国史籍研究还能用何种中国史籍研究到日本史？
他们其实就是他们除了参考《史记》之外，还有参考很多日本、中国的史书啦。啊、哦，这其实我觉得研究人可能也不是很多。像当然最有名的《资治通鉴》，是一定很多人提到了。其实那当然最近我有注意到，他事实上他们会引用一些这个明末清初出版的这史书，就中国人写的史书。这么问题还不太有人讨论，因为日本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比较不会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刚好我之前写一个论文，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们除了很有名的这些《史记》啊、《资治通鉴》之外，事实上也会参考明代、明清以后的一些史书啊、著作来进行研究这样子。OK， 以上是我的回应，谢谢。各位还有没有提要？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南老师的这一场演讲就是这个主题啦，全球史跟日本思想史研究，还有两场演讲跟一个工作坊，分别是在这一个星期的星期五，还有下个星期的星期啊，所以欢迎呢各位如果有话来这个演讲，然后那时候如果你还想提出来的话，那到那个时候我们都还有，特别是最后一次下个的话是一个工作坊，果然老师之外邀请这个对引导大家去试，那这样的话我们各位这个鼓掌。好，那我们今天欢迎再大家。